林青霞，我年轻时自卑又内向，从不觉得自己美。做了40年大明星的林青霞，纵然荧幕上千姿百态，长期以来与人群的疏离感以及身上的光环约束种种，说丢就丢，谈何容易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作为一个很紧绷、防御心很重的人，尝试释放心灵、告别过去，总是要多花几分功夫的。但他的努力有目共睹。林青霞的好友、作家张怡和说起过，几年前在香港，他和董桥以及另外几个朋友相约与林青霞吃饭。因为忙着逛街而来的最晚的林青霞一阵风似的进来了，只见她双手扯着身上的裙子，跳着舞步，转着圈儿，举起三根手指，得意道：“300块，打折的。”董桥瞥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谁能信，这个人快60了。”今年11月，林青霞刚过完63岁生日，一甲子，一轮回，林青霞的人生已走了好几程。如今，了解她的人都说，林青霞越来越不像一个女明星了，连豪门太太的身份都已经逐渐淡化。她学着为生活做减法，努力以最从容的姿态过着简单日子。近些年，林青霞在董桥等一众文学界朋友的鼓励下，拿起笔开始写作，在香港报刊上开设专栏，并出版了2本随笔集。就是这个女人，在上个世纪港台电影业最辉煌的几十年间，制造出了一个林青霞时代。她演的100多部电影，留下了诸多经典角色，窗外的江艳荣，滚滚红尘的沈韶华，新龙门客栈的邱莫言，笑傲江湖的东方不败，这位被许可称为50年才能出一位的大美人，上过美国时代杂志，天上有一颗行星以她命名。说起自己的表演事业，她却叹道：“有一件事一直令我懊悔，那就是我的从影生涯没有什么代表作。”人称师太的一书曾是香港娱乐圈最早一批娱记，她的一双毒辣眼睛，什么样的女明星没见过。多年观察林青霞后，她总结道：“林青霞好看就好看在美而不自知。”一书直言，这个女子对自己的美一点信心都没有，她十分厌倦享乐，从不刻意追逼钻窍谋，一点嗜好也没有，不赌不醉不恋，对车子房子珠宝全无兴趣。言外之意是，林青霞其实不太会使用她的好看，他当然知道自己好看，但是他没想过去用它去换回些什么世俗的东西。相反，对于美，他自幼不仅不自知，而且不自信，这和他从小的生长环境有关。1954年，林青霞出生于台南嘉义县的一个眷村村落里，父亲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军医，在眷村开了一个诊所，家里只有一间卧室，全家5口人挤在同一张大床上睡觉，客厅里常常人来人往，都是来看病的附近乡邻。林青霞的妈妈是家庭主妇，
经常坐在窗边替邻居家的太太们做裁缝活。乡下的空气里永远有泥土的清香，这份气息造就了林青霞眼神里那份与生俱来的清澈与纯真。他家前院有一棵很大的树，小青霞喜欢爬上去，躲在里面做白日梦。9岁时，全家人离开眷村搬去了台北，那时候，他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棵大树。林青霞后来在书中回忆说，小时候爱幻想，性格敏感，像林黛玉一样，没事就哭，很容易受到伤害。而传统刻板的家教更是加深了他的内向羞涩、敏感、忧郁。他从小就是不折不扣的美人坯子，但中国传统教育认为美是肤浅的，应该被压抑，没有才华做底气，美会招惹是非。严格的家教养成他谨言慎行、谦卑又追求完美的个性。我以前很少笑，甚至觉得快乐是有点小小罪过的。因为瘦，我还自卑，别人夸我漂亮，我会很尴尬。显然，小时候的林青霞并不自信，她需要肯定，也需要更包容的爱。这种不自信跟随了他前半生，导致他对于爱情有一种盲目的依赖，甚至将最美好的青春都浪费在了一段只有消耗没有收获的感情上。琼瑶曾经说过，如果你了解了林青霞的爱情，再看我的书便会觉得索然无味。1972年的夏天，全家已经搬到台北的林青霞高中毕业，出落成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，正是热衷于跟女同学相约逛街的年纪。她在台北地标西门町被星探发现去试镜窗外，最初只是想演同学甲，却被琼瑶选做了女主角。但保守的林家父母对娱乐圈这个大蛋糕并无好感，母亲当时正四处张罗为女儿安排相亲，希望没有考上大学的她能早日嫁人，过享夫教子的生活。而走演艺之路，对这个老式家庭来说，无疑是投下了一枚炸弹。林母为此卧床3日不起，为了劝阻女儿，甚至撂下狠话，你看最红的林黛玉帝最后都自杀了，你又何苦，还不满18周岁的林青霞生平第一次显现了她天性中的执拗和坚持，她执意参演电影。母亲无奈，将剧本里所有的吻戏一一化掉后，最终带他签下人生第一份电影合约。我是爱演戏的，因为演戏可以让害羞的我得到情绪发泄的管道。他第一次找到了人生兴奋点，准备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一回。窗外不仅是林青霞的银幕处女作，让他获得诸多殊荣，他的爱情故事和人生路径也从这里开始改变。他在剧组第一次见到了秦汉，他比林青霞大8岁，已婚，育有一双儿女。窗外的戏里，女学生曾对男主角说，我喜欢是你的人，与你年龄无关。戏外，少女林青霞如何抵挡得住这个已婚男人的成熟魅力？她恋上了他，并且义无反顾恋了18年。
但沉迷在爱河中的林青霞却选择性的无视了秦汉性格中的优柔寡断。他身边的人都看得清楚，秦汉对于和他踏入婚姻一直犹豫不决，唯有林青霞一厢情愿地相信他，并痴痴等待。见了他，他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张爱玲的这句话一定也是形容林青霞的，相传林青霞甚至为他自杀过一次。1985年，秦汉离了婚，但却还是没有迎娶林青霞的打算。倪匡曾经在《今夜不设防》节目中，当着林青霞的面毫不客气地批评秦不是个真男人，至少是个没胆量的男人，到现在不上不下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莫名其妙。他却还在为他辩护开脱，我们这个是私事，如果我不怪他，别人也不能怪他。但林青霞的忍耐与等待终无果，感情被无情岁月蹉跎，变成疲倦。1994年，林青霞决定放手，她用了近20年的时间，终于发现这个男人缺乏决断力，担当不起她的爱。但这份绵长悱恻的爱情故事，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成长，从年轻时的敢爱敢恨，到后来的理性从容，这个在爱情里死过一回的女人，终于不再迷失方向。跟秦汉分手后，林青霞心如死灰，希望借缘走他乡埋头工作来忘掉过去，远赴去了香港。这一年，林青霞已经39岁，这个年近不惑的女人，青春已经逝去，感情却无处安放。这个时候，一位叫做行李员的男人适时出现了。他是知名富商，也是一位离异后带着女儿生活的中年男人，长相平凡无奇，但他却是真正的成熟包容。林青霞说，因为我受过伤害，对感情没信心，但遇到 Michelle 行李员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行李员虽然事业有成，但为人低调，行事有分寸，最主要的是他在意他，不舍得让他受委屈，让林青霞意识到爱情是一瞬间的感动，而感情却可以天长地久。40岁的林青霞不再犹豫，终于披上了婚纱，嫁作人妇，从此告别影坛，变身为邢太太，并为她生下了2个女儿。一个家庭的真相与是非恩怨，外人其实很难看得清。2015年，在偶像来了综艺节目中，林青霞直接剖析过自己，我最孤单的时候是嫁给我老公的前半年，结了婚之后我变成了配角，要看老公的脸色，女儿的脸色，还有佣人的脸色。说起最初的婚姻适应期，他很坦白，你问我委不委屈，委屈啊，身份不同便要提醒自己，甚至要忘掉我是谁。他的这番心里话说出了很多女人的心声。为人妻为人母，谁没有委屈，谁不是曾经在某一个脆弱时刻想过放弃？更何况
和林青霞住在同一屋檐下的，还有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女儿，一位只有6岁的妓女。她要担当起为人后母的身份。蜜月之后回港第二天，林青霞早上起来跟老公一起吃早餐，在大门口送他上班，跟他吻别，还沉浸在甜蜜中。谁料一回头，妓女就坐在钢琴前冷眼看着他说，你干嘛吻他？青霞第一次尝到了做后母的滋味。化解陌生与隔阂的最好药方是时间与爱，而对于女人来说，被别人爱的同时也要学会爱身边的人，才是真的成熟。林青霞首先接受了这位女儿，她理解小女孩从小缺少母爱的心情，对她呵护备至，每晚陪她说故事谈天，帮她按摩。渐渐的，妓女卸下了心中的防备，也意识到自己不但自己没有失去爸爸，反而多了一个疼爱自己的人。妓女邢家倩曾公开表示，林青霞是世界上最好的继母。前几年林青霞那场盛大的60岁生日宴就由她亲自操办，表达对这位母亲的敬重与感激。较之电影明星角色下的风华绝代，婚后的林青霞身上更多了几分生活气息，这是岁月打磨出来的温润和大气。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母亲，她的所作所为都精彩地诠释了什么才是女人的格局、修养与情商。我是一个考不上大学、不爱读书、只热衷谈恋爱的女明星，年轻时的林青霞曾这样评价自己。但现在她家中的书摆满了整整一面墙，她越来越喜欢读书写字，通过文字结交朋友，带给自己心灵上的滋养。有人从林青霞出版的两本书中梳理过她现在的朋友圈，阵容豪华的令人晕眩，卢英台、张怡和、董桥、蒋勋、张淑炳、徐克、施南生、赖声川，这么些年里他们是他的朋友，也是他的心灵导师，有了他们相伴，他的成长才没有止步于年龄和身份。林青霞的写作导师董桥赞他讲分寸、讲理数、讲操守，是一个惜福的人，这算是很高的评价了吧。这位在娱乐圈经营了近半个世纪的女明星，又以富太太身份在豪门生活了数十年，身上还能保留着不做作的生活气息，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美好。林青霞是一猫子，读书写作常常在午夜时分，对于写作的忘情与投入，她自己描述过。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回到家，经过梳妆室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怕一会儿忘记，马上伏在桌上写，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，窗外传来鸟的叫声，才知道天已亮了。看看镜中的自己，不觉失笑，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，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。就像一书说的，经历过娱乐圈的冷枪暗箭后，林青霞终于学会褪下层层的武装外衣，真正做回了自己那个在树上做白日梦的野孩子。年轻时的林青霞曾经美得让众人词穷，
金庸说他无可匹敌，李安则称他是自己真正的梦中情人。刘德华认为，什么叫星光，就是五个人中你总是最先看到他，就是星光了。青霞就是有星光的人。林青霞当年从台湾闯荡香港时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彼时的香港人还瞧不上台湾明星，嘲笑他们土，嫌弃他们不会说英文，但林青霞的出现却刷新了香港人的认知。一书第一次见林青霞后，就写下了5000多字的掌文，发表在《明报周刊》上，仍觉意犹未尽，干脆直接称赞她仍是所见过一切女子中最美的一个。一个美人，皮相、骨相、气韵、身材缺一不可，否则只是漂亮而已。63岁的林青霞依然双眸灵动，笑容温暖，人群中闪闪发亮，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是未经修饰的自然，没有刻意逆时光，美得恰到好处。这才是女人优雅老去的正确打开方式。永远不要因为年龄而困住自己，更不要因为自己的经历而给自己设限。人生的下半场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。